我去，我请你，你请也得等我回家给媳妇先洗完衣服再说。哎呦，嫂子这家教真严呀！兄弟们，下一次要是再投票选那个谁最害怕媳妇，我投你一票。跟哪是两码事儿？我每次给你嫂子洗衣服啊，都有意外的收获。啥收获？怎么个情况？洗之前，你得掏口袋吧，都能翻出多少？嘿嘿，有时候一块两块，三块四块，甚至是五块，有的时候还能洗出十块钱。哎呦，我以为都是毛爷爷呢。你看，你看，苍蝇再小也是肉啊！你可别小看这一块两块的，说不定将来还真就能洗出毛爷爷来。哼哼，你得抱着希望去洗，人活着不就是图个希望吗？哎，干嘛去？回家洗衣服去。出息。今天怎么一分钱都没有啊？媳妇儿。喂。还以为洗的衣服呢。有有有，我给你拿下。哦，哎，多拿两件。没零钱呀，30块。